体验原汁原味的朝鲜族风情。新郎新娘给我们的父母敬大礼。制作最地道的朝鲜族美食。一碗都吃了，一碗都吃了。好吃，我看你一直在吃。品尝丰盛的朝鲜族大餐。想起了从小就是妈妈做的味道。今天的生财有道带您走进三道河朝鲜族民俗度假村。从这里起步，大家好，我是张露欣。看我今天这身民族装扮，你肯定看出来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就是来说朝鲜族的民族风情。那么这里就是丹东市宽甸县三道河的朝鲜族度假村。干什么呢？这干出来了啊？怎么了？干嘛去啊？干嘛去啊？结婚？对呀。拉我干什么呀？这是新娘啊！我是新娘。对。啊？不，新娘是来了。今天我们欢迎新娘的我们的媒体主持，这位的是孙子谢先生，今天的我们游客来扮演的我的新郎官。我的新郎你好，初次见面。请坐观众，请坐观众。还没来得及参观游览，张露欣便被热情的朝鲜族姑娘拉去充当新娘。朝鲜族婚礼有哪些特殊的习俗呢？下面我们有我们的新郎新娘给我们的父母敬大礼。哎呀，好，登山。哎，好，哎，对对对，好极了，好极了，可以了。大家说他们敬大礼好不好啊？好，来，我们点点。我作为老公，还做了一个做爹妈，好不好？我有做了一个老婆。啊，好，我们把新郎新娘请到我们的对面桌子上来。掌声，掌声，好。男左女右啊，小姨子敬酒来，小姨子来，啊，给倒两杯。把钱准备好，把钱准备好。来，一起喝，一起喝，交杯酒。啊？交杯酒，来来来，必须得喝交杯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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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少点，交杯酒，交杯酒。没红包，把这饼干给一个也行啊。发红包啊，红包，烧好。姐夫还一份呢。来，我们一起跳舞好不好？起来吧，快。像这样游客参与的热闹场面，在光华的朝鲜族度假村里每天都在上演。浓郁的朝鲜族民族风情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客人，大家乐在其中，欢声笑语一片。那么这个汉族女子光华，她又是如何想到要做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朝鲜族度假村呢？这一切光华都是为了圆老父亲的一个梦。我对朝鲜族啊，这种能歌善舞啊，重视教育，尊敬老人。龚润平自从担任下洛河乡文化站站长的时候，就开始对朝鲜族文化着迷，自己的工资和积蓄几乎都用来收藏朝鲜族百姓的各种老物件。时间久了，龚润平就觉得好东西应该和更多的人分享，于是他就萌生了开一个朝鲜族民俗展览室的想法。因为我们的藏品越来越多了嘛，所以就是很多的专家学者呀，就国内外的都来看，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哈特别有价值。看的人越来越多之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山和水都特别好哈，特别纯净，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们要来这个地方，如果要是能吃能住哈，再能看那么多宝贝，然后多好哈。然后我们就想吧，因为我们当地吧，就是这个路上有每年有10万的韩国游客，然后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来发展旅游。简单的想法实践起来却充满着各种困难，无人光顾成了最大的难题。恰巧此时乡政府倡导发展民族旅游，
龚润平觉得做一个朝鲜族风情度假村应该更能弘扬和保护朝鲜族文化，可是做一个度假村那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的，而一个基层的乡镇干部哪怕一辈子不吃不喝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在龚润平为此异常苦恼甚至是茶饭不思的时候，女儿龚华站了出来。我当时呢，我在大连是自己有两个公司哈，两个公司吧，一年也是收入的话也不到100万，然后但是我有这个想法之后吧，就觉得这件事情吧，我们就是特别坚定的信心哈。为了圆父亲多年的梦想，为了能够跟父亲一起保护和弘扬朝鲜族文化，龚华义无反顾地把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可是随着基础建设一步一步的跟进，龚华发现让父亲发愁的资金也成了自己极为苦恼的事情。为了不让父亲的梦想破灭，龚华做出了令所有人惊讶的举动，就把我这个公司给卖掉了，在大连的几个房子给卖了，然后车就好一点的，比如说宝马车给卖掉了哈。就这样，龚华放弃了在大连的事业，投资800多万元，兴建了三道河朝鲜族民俗度假村。朝鲜族的民族节日众多，过节期间，大家除了制作节日美食之外，还有很多民俗活动。跳板是朝鲜族妇女非常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现如今在度假村里，大家不仅可以看到朝鲜族姑娘腾空跃起的矫健身姿，也成为了游客们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我看他们玩得好开心，我也来试一下，谢谢。让我鞋不行，你得脚离开板子，脚离开板子，脚离开板子，我试一下，跳起来那就。他，哎，对上。跳晚了。他跳下去，你俩先跳起来。哎呀，我也傻。好难的节奏。哎，好好好！哎，不行不行，节奏感太差了。这一大清早起床，他们就唱着歌干嘛去呢？挺热闹。哎，金大姐。干嘛去？你们这是？干嘛去？我去给游客找吃的去。上哪儿找去？上山上去找啊。山上有肉有山珍。哎，我能一块儿去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找吃的。好。三道河朝鲜族民俗度假村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下陆河朝鲜族乡。陆河水在这里拐了三道弯，故名三道河。这里山环水绕，风光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勤劳勇敢的朝鲜族同胞久居于此，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也获得了各种天然美味的食材。这是在干嘛呢？这是挖树根儿。挖树根儿啊！你说到山上找美味，就是来挖树根儿的。是的。给游客，也就是吃树根儿的。对。这也太不丰盛了。这是我们难得的一个美味，就我们这儿有。是吗？啊。树根能吃啊？能吃能吃。这个是榆树。这是榆树。啊，然后挖这个榆树皮的树根儿。那挖这个树根有什么诀窍吗？它这个树根呢，你看都是顺着一个方向。走的，你看，我、哦、就顺着这挖就行，顺着那个树根的方向挖就可以了。就这种树皮，这个啊，就要这个呀、啊。哎，对，看看这一路唱了小曲，兴高采烈的、嗯，说给游客找美食，原来找的就是这样。你再摸摸里的，很粘的树干皮啊，很粘的，哎，挺香的。对，
淀粉类东西的这种味道。对呀、啊，粘的啊，你看有点拉丝儿的，沾上手上。拉丝儿的是不？这就是我们，你看皮非常好扒，你看一扒就扒掉了。只要皮，只要皮，哇！对对，哎，啊！你看，哇，还挺好拽的。哦，骨头敲断了，敲断了。哇，这个大，这厚。啊，这个你闻闻更香。可能你们觉得这个我们把这个树根的这个皮扒掉之后，这棵树会不会死啊？不会，它这个这个扒完了之后，会有自愈能力是吧？哦，对，它还活着。这一棵树，我们挖10年，它这个树都不带死的。守着眼前这连绵的青山，本以为能在老乡的带领下找到一些奇特的山中美味，现如今不仅美食无望，还要吃榆树树根。张露心心里可是无比失望，不过为了能够见识一下这榆树树根是如何做成食物的，他还是接过了工具，不一会儿就挖了半筐树根了。可是这个时候金大姐却不见了踪影。干嘛去？我京东出事。闹什么？我京东好吃的。啥好吃的？你们这也太大方了，游客来了不是吃树皮就吃树汁儿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树枝好吃的。我的美梦全部落空了。一会儿功夫，这树根树皮全找齐了。金大姐说这些都是好吃的，可张露心却一点也不信，这些东西究竟能做出什么样的美食呢？那个什么，这个东西拿来，来。好。不吃树皮会后悔。你看游客他们一个一个兴高采烈的，真的好吃吗？小朋友先走，哎，免得自己真的后悔啊。好，再少丢一点包里去。好。大姐。来了，看一看，你看。哎，你看，这就是刚才我们挖的树皮。对，刚才那个树皮和的玉米面。哦，把这个树皮打成了面儿。对对对。然后和成面来压。压啊。面条是吧？面条，哎。这树皮面能好吃？好吃的。榆树树根表皮内层的嫩皮，正是当地朝鲜族老乡家中最钟爱的食材。每到春秋两季，朝鲜族老乡便会把榆树树根表皮挖出，经过几日晾晒后，抖掉表层的泥土，然后放入家中祖传的木桶中冲倒，在木锤击打之下，树根内层嫩皮中的可食用的粉末便会散落在木桶底部，把粉末收集起来，反复过筛，与面粉或者玉米粉混合，便可以制作最地道、最传统的朝鲜族冷面的面条了。你就压就可以了，往下行啊，压就行。哎，好，哎呦，哎，好，哎呦，我的天哪！哎，慢点，哎，好，我听着那滋的声音，出来了，面就出来了。煮多长时间啊？在锅里？飘上来就熟了。煮好的面条过一下冷水，再浇上冷面汤，地道的朝鲜冷面就做好了。来，每个人都端着一碗树皮面，吃的很高兴，真那么好吃吗？过来尝面，尝葫芦面，来。在这儿来，小朋友尝尝来，尝点这个葫芦面，跟阿姨尝尝。筷子来，尝一尝来，都尝一会儿啊。来，这边啊，都是你的。淡淡的这种榆树皮的味道，但是和了这个汤之后呢，它是有点甜辣口的。筷子，可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艰苦，条件那么恶劣吗？很好吃的。大家都吃一碗，来，这边都吃一碗。大姐，这个味道怎么样？挺好吃的。一碗都吃了？一碗都吃了。吃的太多了，很少能吃到这种最原始的。纯正的榆树皮做出的冷面太好吃，太香了，这是想起来从小吃妈妈做的味道。游客对于这传统地道的朝鲜族榆树冷面赞不绝口，这一碗冷面好不好吃，除了面条本身，汤头的好坏更是至关重要。而朝鲜族冷面汤料的灵魂，便是一道家喻户晓的小菜，
到底是哪道朝鲜族小菜呢？红华，你们这边干什么呢？这一个个漂亮的厨娘，这系着围裙，抱着一个大铁盆，厨艺大赛吗？啊，不是，这是我们民俗村的一项这个民俗活动，让大家体验一下，就是做我们这个传统的辣白菜。你看这个我们你呀、啊，他们家就是说好几百年前呢，一直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一门手艺。我也得去学一学，不能白来一趟。啊，好，现在走，先给我一个，你们又给都辣白菜，都给都辣白菜，好了。这白菜摸起来这个手感都是新鲜的白菜手感。新鲜的白菜哈，搞腌卤上了就是这样式。卤多长时间呀、啊？这是两个来小时吧。要放多少盐呢？放多少盐？十斤够一斤半就是妥了，可以了。这是这酱料是吗？嗯，这是料，这是。这是怎么什么做的呀？辣椒面，这个啥哈？辣椒面、蒜、再酱。嗯。白糖，然后这样抹酱就行了。啊，行了，怎么抹呀？这么有什么诀窍吗？这么抹，先这么先抹最外层哈，外层。抹面吗？为什么要是翻过来抹呀？要不就这样，这不是烫那个什么味道不都下去了吗？哦，这样翻过来的话，这味道就不容易流出去哈。这样是，完了，全的这么一层一层这么抹。我问你啊，这辣白菜好不好吃？最主要的是一个工序是什么呀？就这个酱，就是酱了是吧？就是这个酱，啊，这个酱不好吃的话，辣白菜也不好吃。哦，没腌好不好吃啊？妥了，哎，他们有这么拿个东西这么好，这么哎呀，多来点。好辣的，我得学这玩意儿。那蒜香的香味，真不愧是我妈你家哈、啊，几百年流传下来的配方和手艺，真不错，这酱料。好吃吗？咽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好吃吗？好吃，就是不一样。以前吃过那么好吃的辣白菜吗？没有，没有。啊，这有诚意。我来尝一个。该装坛子了是吧？哎，怎么装呢？这么装，这么啊，一定要这个切口冲上哈，芯冲上啊，那样式。那个要把叶子往上裹一下，防止这个酱汁往下流，对吧？现在我把石头压上，哎，这样子，盖好盖儿，放到这个常温阴凉处发酵两天，好了，就可以吃了。辣白菜虽然好吃，可是用它来填饱肚子那是不可能。张露心始终惦记着金大姐从山上捡来的树枝到底能做成怎样的美食。就在这时，远处传来的声音分散了她对美食的注意力。据说拔河比赛中获胜一方有奖品，这奖品究竟是什么美食呢？张露心通过各方打听早已有了答案。大姐，你们这道特色的三道河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这拿什么做？我看看，辣椒，就这些东西。嗯，黄豆、花生，这个是白芝麻是吧？这是什么呀？这是苏子籽。苏子籽儿能吃吗？尝没吃过苏子籽儿。哇，好香啊！哎，这口感跟芝麻不一样，比芝麻还要甜，而且口感更好一些。这苏子就是什么植物的果实？就是红苏子，到了秋天它的果实。哦，然后打下来之后，这是炒熟的哈。炒熟的。啊，好香啊！然后您就这么磨成浆，过滤是吧？对，都放里边。啊，
这个有点跟那固瘦姜的性质差不多是吧？这个我擅长，渣子都给滤出来了哈，好香啊！那这姜也是熟的了是吗？熟的，做好了。可以的，不过还能有这个。哦，还有这边大姐做的这个。对，大姐，这一道菜两个人做哈，这道菜到底叫什么名字？就是啊，就是素汁汤。那您这个搓的这个是面还是？大米面，这是粘大米面。要切是吧？切多大？哦，就这么大。还要筛一下，为什么要筛呢？你筛了都有面了哈，有面不行。啊，进锅了就成糊了、是吧？要给它筛的圆一点是吧？圆一点，哎，再筛的，好，还要再筛。可以了吗？好了。筛好之后，将小面团上锅煮熟，然后再过冷水备用。您这加什么呀？盐。哦，原来他做的这个是咸口的，我一直以为是甜口的。这就可以了。我先尝一下。哇，好甜啊！好吃，就是一种各种这个这芝麻呀、花生、黄豆、苏子籽的这个香味，配着这个糯米的香味，来，这感觉是非常非常花生米奇妙的。豆子不过就不香了，搞这个香好吃。吃过了这么多东西，这山上找来的树枝还没派上用场呢、金大姐说，这树枝是用来做大菜的。那这树枝到底能做出什么好吃的呢？不会吧？这树枝看着可真眼熟，这不就是金大姐刚才在山上捡的那个树枝子吗？这我觉得就是应该用来生火的，您怎么还给它洗得干干净净，切得这么整齐啊？一会儿我要做一道我们朝鲜族的美食，让你尝一尝。这个都是我们那个做菜用的，做那个推出剂用的材料。就把这树枝子放到鸡里边做菜？是的。我一直以为是捡回来生火用的，做烧烤用的。不是，这个鸡呢，这刺球鸡呢，是我们朝鲜族啊，特有的美食。然后呢，平常时候不做，然后有贵宾来的时候才做，然后还有重大的节日的时候，我们才做这个鸡啊。哦，这是什么树枝啊？这个是赤五加啊，然后这个是那个桑枣树的树枝，这些都是。药材的，哎，对，滋补。你看这里边还放我们的磷虾参，你看。哦，这是晒干的人参是吧？啊，对，晒干的磷虾参。这些原材料都要放上去吗？对，都要放进去的。天哪！必须把这些放。一盘蒜。如果这个一盘姜一盘醋。对，这个如果少了的话，这个汤就没有那个味道了。一会儿啊，一只鸡让你吃三道菜，可以吃鸡肉，也可以这个用鸡汤熬原味鸡粥。这个鸡血也可以做一道美食。啊，鸡血怎么吃啊？啊，我们当地叫鸡血糊涂。刺秋鸡这道菜肴中，虽然使用树枝作为原料，但是烹饪的方法却很简单，只需要把当地的柴鸡和树枝以葱姜蒜一同放入锅中，加足柴火，慢慢炖三个小时。出锅后撒上盐来调味即可。熬出的鸡汤中加入大米，小火熬煮，米粒煮烂后便是浓香扑鼻的鸡粥了。鸡血勾芡后加入调料，这款待贵宾的大餐就大功告成了。开饭喽！尝一尝我们地地道道的美食。太不容易了，我终于看到了这个朝鲜族特色的大餐呐、咱们一块儿来尝一下他们这个朝鲜族美食，看好不好吃，好吧？好，尝一块，尝一块。哎，这就是那个刺儿秋鸡是吗？对，这就是刺儿秋鸡。嗯，这鸡相当相当不错。刚开始我还说金大姐，你撅树枝子给我们吃的，你这也太不合适了。现在看哈，这个中药材的味道完全是进入到这个鸡肉里边去了，味道相当好，咱们尝尝吧。尝，没有他们没吃到刺儿秋鸡。尝，尝。这粥太好喝了，好喝，整个粥里边全是这个鸡肉的香味儿，然后有一点点这个淡淡的这个米的甜味儿。
配合在一起啊，整个的这个粥的层次就不一样了。来尝尝这个，我不敢试，你给我说什么口感呢？第一次吃，挺香，也很好。地道。如今龚华先后投资1000多万元用于三道河朝鲜族度假村的建设，游客来到这里花80元门票进门，就可以看到朝鲜族的特色建筑，玩饿了还可以品尝朝鲜族饭菜，人均餐费在50元左右，如果玩上瘾了不想走了，甚至还可以住朝鲜风情的客房，每人50到80元不等。龚华，现在整个这个三道河朝鲜族度假村哈，你们的这个规模是怎么样的？整个这个建设的面积啊，现在就是达到了15万平方米。嗯，那就是游客的接待能力怎么样呢？就是住宿的话，可以容纳300人住宿，就同时哈。然后如果白天的这个餐饮呢、参观呢，可以达到2000-3000人没有问题。接待能力还不错哈。还可以了。那你看他现在就投入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呀、精力啊，包括是资金哈，现在我感觉好像是已经算是走上正轨了，对吧？算是吧。那你现在这个收入情况怎么样？去年吧，拿去年说，2014年哈，整个这个除掉各项开支，然后吧，能有100多万的收入。100多万的收入。那么如果您有机会像我一样来到这里，不妨也来亲身体会一下这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朝鲜族风情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张露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海拔4700米，神秘的高原间歇泉为什么被称为神仙的后厨房？你见过藏族群众打阿嘎过林卡吗？明天的节目带您走进美丽的谢通门县，探寻这里独具魅力的高原生活，敬请关注生财有道。